正在由台中县爱犬协会主办的爱犬展览竞赛，今天上午9点钟在富春国小操场举行。来自全省各地的名犬，包括狼犬、牧羊犬、黔西犬、迷你犬等十多种参加比赛。竞赛分两组进行，其中有一只中国的名犬富安渡狼犬，据说身价高达新台币60万元。今天的会场也吸引了不少的爱狗的文字观赏。